欢迎收看108年12月14号星期六的港都新闻，我是赖昌邦。为了让学生了解耐震结构设计的精神，高雄科技大学举办抗震大作战，参赛学生在5层楼的纸模型中，利用斜撑、剪力墙等进行耐震考验。另外也设计了用石材来盖桥的桥梁变活动，让学生们从趣味的比赛中寻求创新的抗震方法。在规定的材料里，同学把5层楼的纸模型组好，有的是长方或正方形，有的是六角形。虽然美观，不过在结构上还是做了不少抗震措施。柱子可以更多支点，让它传授到地面，所以才加了那么多斜撑，跟1楼的7支小柱子。如果有斜撑，还有就是让它这样的支撑的话，会比较稳固。经过地震模拟平台剧烈的摇晃，有的模型不知倒地，有的撑到第6级震度才倒，算是厉害的。同学们就是要模拟利用斜撑和剪力墙，让建筑物不容易倾倒。所以我们用简单的挂质量小球。第二个就是它可以用橡皮筋绑在四周啊，来当作加固啊，这个我们称它叫加劲啊。那第三个就是它可以用纸张做的剪力墙。各种形式，比方说对角斜撑啊，还有这个叉形斜撑啊，都可以。会场上同步进行桥梁变，同学们要用500元到超商买石材作为组装桥梁的构件，有的拿萝卜当桥墩，也连当吊桥的铁链，还用了雕刻钻孔绑辫子的技巧，很有创意和巧思。凿洞让那个我们的桥板可以放上去。让它有一种像圣诞树的感觉。我们这个用水帘就编成一条长的，然后可以把它做成桥面。高科大抗震大作战今年进入第15个年头，获得科技部补助，共有33所高中职校、179支队伍参与。会场还展示实境沙盒和1:1的制震器，期待同学透过比赛活动了解耐震结构设计的精神。借由这个活动呢，让年轻人知道一些防灾设备的一个展示跟观念，包括一个沙盒的一个模拟，它可以模拟一些地形地貌降雨防灾的一个作用，有动手的意味，然后还有科学普及的意味，因为这里面富含非常多的力学，还有非常多的设计的概念。921地震满20周年，这几年对于抗震的理论和技术不断提升，也实践在大楼结构物上。借由比赛，希望学生透过团队合作的集思广益，来寻求创新的抗震方法。记者黄俊怀、赖昌邦，高雄报道。盐城长老教会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的可爱教堂，每当耶诞节前夕都会用灯饰来点亮。而今年盐光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紧锣密鼓的筹备，要在12月21号星期六的上午到盐城区进行彩街表演，热闹有趣。12月正逢圣诞节，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幼儿园小朋友准备的活动表演。位在盐城教会旁的阳光幼儿园也不缺席，小小鼓手们正紧锣密鼓练习，要在12月21号星期六彩街大游行。我会准备表演打鼓。喜不喜欢打鼓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彩街游行。有请爸爸妈妈来看街游行。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整齐一致演奏圣诞歌曲，模样认真可爱，让人直呼超考外溢。除了小小鼓队表演，小朋友们还会精心打扮，演出话剧，感受圣诞节真正的精神与内涵。那甚至他们会打扮成当时的玛利亚、约瑟，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抱的小耶稣的玛利亚，然后会有一个马槽，因为耶稣降生是在马槽里面，这个是一个记号，所以会有一个圣具的班。那除了玛利亚、约瑟、小耶稣以外，那还有就是牧羊人。紧邻盐城教会的阳光幼儿园在地超过40年历史，每年除了有一系列迎接圣诞节的活动之外，教堂美丽圣诞灯海更是不能错过。做的圣诞点灯哈。不只是我们盐城教会一年一度的盛事，也是我们港都里的一件喜事。从点灯那天开始，不管是白天晚上，都有很多人来参观。那尤其是晚上，还有那人更多都来这边取景。那白天晚上都有结婚新人，
来这边摄影，来拍外景。盐城教会欧式教堂建筑在灯光点缀下，更显异国风情浓厚，难怪有着童话王国画中城堡的美称。在地港都里里长邱志云力邀民众走访盐城，不用出国就能感受浓浓耶诞氛围。记者李嘉龙、罗少君高雄报道。为了宣导爱物惜物的观念，盐城区忠孝国小将在校庆举办跳蚤市集活动，邀请家长和老师响应，将家中用不到但还堪用的二手物品捐出来义卖，学生们还可以先行抢购，义卖所得将作为公益之用。下课了，小朋友冲进一楼闲置的厨房里，学校在这里举办跳蚤市场，里面有包包、衣服、玩具和实用的小东西，小朋友都蹲下来仔细挑选，像挖宝一样找到喜欢的东西，都好开心。你买了什么？这只。哦，啊，这多少钱？10块。我买这个20元，然后可以帮妈妈洗碗。啊，多少钱？200块。啊，为什么不能买？因为别人先预定了，我被预定了，那怎么办？只好买别的。跳蚤市场里卖的都是学生的家长和老师捐出来的东西，经过志工妈妈细心的整理分类，再重新标价，让学生利用下课时先行抢购。校庆当天也将开放购买。下课的时候就是小朋友嘛，就是他们一定会去找东西来购物嘛，然后就是付钱找钱啊。他们现在去上课了，我们就开始整理，因为他们刚刚应该会把它翻得很乱，啊，就让他们翻。然后上课了，我们就开始整理，就这样。对啊。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啊？都是娃娃跟玩具，因为小朋友他们只有顶多100块，大部分都是20块、30块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些衣服、鞋子我们都只卖10块，因为都是人家捐的。对啊，就是废物，就是可以穿就拿回去穿这样子。校庆活动举办跳蚤市场是盐城区忠孝国小的传统活动之一，让学生用少少的钱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让这些别人用过但还堪用的东西找到新的主人，继续发挥物品的功用。一个我们以前的厨房空间，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空间来做这些可使用的物资的一个陈列，卖来的款项呢，我们就会当成是我们家长会的一个基金，然后另外我们也会跟我们长期合作的一些慈善团体，例如那个华山基金会，还有创世基金会。每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价值，不需要了就让别人来使用。盐城区忠孝国小的跳蚤市场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爱物惜物，善用身边拥有的东西。记者黄俊怀、赖昌邦高雄报道。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。为期80天的高雄市议会定期大会闭幕，在闭幕典礼中，民进党籍市议员还是不满韩市长请假选总统，手持黑白两色的字卡抗议。至于国民党籍的议员，则是送上鲜花给主席，双方在议事厅差点又吵了起来。高雄市议会定期会的最后一天，副市长叶匡时率领市府团队一一拜会各党团，受到冷热不同的待遇，不论是热情欢迎，或是当面呛虾，我们努力也没有用啊。有啦，怎么没有？民进党生。